录器是有的，有交出来，有没有交出来？各位媒体朋友啊，各位我们所有的议院同仁，我今天很高兴啊，管主委说有密录器啦，所以从头到尾说没有录影都是骗人的吗？你认为事实真相已经公布了嘛？对不对？没有委员、就是。所以你到目前为止，你也不认为你们公布的事实真相？那我们今天在这里干什么、啊？我想请问你，你有任何海巡经验吗？我的领导。你有没有任何海巡经验在当？当这个主委之前，我想有没有公平？有没有？我的领导，你没有啦，让海巡来评价。我跟您讲，是海委会主委、领导、海巡署的上级主管，不是让你来这里当实习生呢、欸。我怪的是今天用你的承建人，不问专业，只问酬庸。那你不断的强调哈，为了维系谈判的气氛，保持善意。所以很多谈判的过程内容细节都不对外透露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一直都没有透露。我想我们我支持这一个做法。我们一直都没有透露，我支持。但是今天在这里的时候，没关系。我跟你讲，你遇到国会质询，你必须有答询权、答询的义务哈，这一点没有问题啊。那我想请教，您知道上午的时候，王定宇脸书爆料，对岸谈判代表提出的要求就是台湾海巡人员到中国接受讯问。请问有无此事？我没有看到这样的报道。我们是不是请我只问你有没有这件事？我们是不是请我们副署长来说明好不好？时间暂停。好，我们时间暂停，然后有请副署长。委员好，在沟通的过程当中，陆方有曾经提过这样子说明，但是呢经过几次的沟通之后啊，他们已经没有这样子一个诉求。所以换言之，这个讯息就是你们告诉王定宇委员的嘛？既然已经证实有这个讯息哈，那我想请问您，委员，这一次对不起，这一次媒体有很多讯息被报道出去哈，那没关系，海巡这边，我要跟那个管委员说，你今天来这里报告，你就该把这个事项在这里报告。你们透过任何方式，刚刚也被你们的人员证实是你们透露给王定宇，那就违反刚刚你一直强调啊，遇到你不想回答的问题就说今天试射谈判机敏你不便透露，试射侦查不公开不便透露，遇到王定宇就会转弯啊。没关系，你要试射谈判的内容不公布，要保持善意啊，我可以接受。我就问目前哈几个大陆方面公开的要求，好，不是谈判内容哈。国台办发言公开要求台方尽快公布事实真相。我今天一整天听，你认为事实真相已经公布了嘛？对不对？没有委员，事实的真相我们交给检方侦查嘛。我们从头到尾就是所有的事实。所以你到目前为止，你也不认为你们公布的事实真相？那我们今天在这里干什么？不偏不倚。我们在这边干什么？报告委员。我们要的不就事实真相吗？委员，你不用那么快，一直在想要设防啊。第二个问你，严惩相关责任人。我想请问你，严惩相关责任人也做不到嘛？因为你认为海巡没有执法过当嘛？海巡没有执法过当嘛？一点声明，您刚刚从早上到现在，是不是认为海巡没有执法过当？连这个都无法回答。目前海巡署的稽证显示，海巡署并没有过失，所以也就没有严惩的问题呀。所有的一切，第三个，向遇难者家属道歉，你做得到吗？我们跟家属的道歉，仅限于没有录影嘛？我都有听到啦。报告委员。当事政的真相还没有厘清的时候，你到现在为止这么明确的问题都不回答，没有关系。好，我接下来问您哈。第一个，显然你只有针对录影的部分会道歉，希望你在谈判秉持这一点。你们也说过不会书面致歉，也不会口头道歉，除了录影之外，你们做得到这一点吗？跟委员报告，谈判做得到做不到？谈判未来还需要。你到现在为止采的东西，你刚刚今天早上跟委员询答，你就说没有责任呢？这里不是谈判桌。好，我再请教您下一个问题哈。海巡人员非常辛苦，我们大家都应该当他的后盾，你认同吧？对不起，你看嘛，你抢答没有听问题，我们都要当海巡人员的后盾，对不对？是我们，谢谢您。要当海巡人员后盾，要建构海巡人可以有安全、有尊严的执法环境，对不对？我们尽全力要做到这一点。好，谢谢你认同哈。那我想请问您哈，专业领导算不算是一个建构海巡人员尊严跟安全执法的一个项目？领导
当然领导是很重要，需要卓越的领导。我想请问您哈，不算代理主委周美武，你的前一任海巡海委会主委是谁？天哪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我不会不知道啊。告诉我。是啊，我们李仲威主委啊。李仲威主委的经历是什么？李仲威的主委他在海巡，他是确实是在海巡的处。海军中将，对不对？海巡署署长。海委会主委之前当过海军副司令、海军舰队指挥官。我想请问你，你有任何海巡经验吗？我的领导是。你有没有任何海巡经验？在当这个主委之前，我想有。有没有公平？有没有？我的领导你没有啦，让海巡来评价。我跟您讲，是海委会主委、领导、海巡署的上级主管。不是让你来这里当实习生呢、欸？受社会公平。今天待会我知道要讲这个社会公平，我会跟你来公平一下哈。那你知道听过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吗？我觉得无能包括专业吧，专业上的无能也是一种无能吧。领导人啦、啊，你有没有听过外行领导内行？委员，昨天还有海巡的家属写简讯告诉我对我的感谢。来，没关系，我知道你当然没办法回答这句话哈。让我这样来自夸，我要请教您哈，我要请教。我跟你讲，从头到尾不怪您啦。就在我的手机。我怪的是今天用你的承建人。不问专业，只问酬庸。我知道这样说你不服气啊，没关系，我再问你一个问题。我问你一个问题。海巡人员在执勤出海的时候都有密录器，这句话谁讲的？报告委员。这句话谁讲的？出海的时候，我们基本上是会。这句话谁讲？你讲的吗？摄录影的设备都有密录器。我们很希望都能都有密录器，更多的收都有密录器。我告诉你是李仲威讲的，有海巡经验的海巡署署长，在2019年5月22号接受质询的时候，公开表示，海巡人员在执行出海的时候都有密录器。我想请问，都有每个单独的任务会有。好，那请问你是？请问你为什么这次没有密录器？这一次是在海上。为什么专业的海巡署长出身的李仲威委员，他跟你讲的 SOP 就有密录器？你不专业的管碧林当主委，你就没有密录器？你不是说没有吗？现在又有了吗？又要再变吗？我尊重委员这样跳跃了哈，但是跟委员报告，我问你现在有没有嘛？这一艘艇哦，这一艘艇只有有跟没有啊？这一艘艇在你不要再跟我讲，你已经重复100遍了，这艘艇装不下摄影设备，但是密录器多大？密录器是有的，有交出来，有没有交出来？他在出勤的时候使用的是、各位媒体朋友啊，各位我们所有的议院同仁，我今天很高兴啊，管主委说有密录器啦。所以从头到尾说没有录影都是骗人的吗？对，里面有密录器啊。非常谢谢你啊。出勤的时候使用的是手持式的摄录影机，这是符合规定的啊。是手持式摄录影机有没有用？我说的都是这样的完整的。那手持式的警察人员有密录器，海巡人员要不要用密录器？很多争议法官判决前都先看密录器。委员，密录器可以保护自己，非常重要。这句话谁讲的？谁讲的？密录器这件事情。绿营的立委赵正宇在质询李仲威讲的，李仲威说特别强调都有密录器，而且是使用的密录器，不是像你晾在旁边晾干的密录器，然后跟你讲手持摇晃无法用，挂在身上会手持摇晃吗？密录器，你今天交出密录器来，你说画面不清楚，我们可以接受啊。你现在跟我讲有密录器，你又跟我讲密录器没有用，因为用手持摇晃又没有用，你就不专业嘛。密录器和接下来我再问哈，我再想要请教您哈，我想请教您有没有密录器跟这件事情有没有过失是两件事。我想请教您哈，你知道去年万华发生一个举发一位邓姓女子，然后违反社会秩序违法持电击棒，最后法院裁判不罚的原因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请委员指教。因为两次要求警方都拿不出密录器的录影。然后法院的判决是什么？不同的他认为今天你没有密录器，没有办法证实你执法的所谓的证据性，所以像这种情况之下，他也只能无奈的判没有违法。不会，以这个个案来讲，密录器有没有不是还原真相？好了好了，我告诉你，这样讲，你的报告还说要补充所有的密录器，你不自己打脸自己吗？密录器这么不重要。他不是那么不重要，没关系，你说好，你说这个也不重要。来，我告诉你，李仲威你也要打脸。
地方法院要打脸。我想请问你啊，2016年的管碧林，那时候县指部在侦查的时候，县指部有一个环节没有录影，请问您，你怎么评价县指部的？报告委员，那一次的质询完全没有谈录影的问题，在脸书上谈录影的问题的时候，是和质询的来来来，你看2016年脸书，我念给你听，睁眼说瞎话能力留下来有哈？追收证录影资料，质询的时候是没有谈的。主席，直接暂停。是，一直打断了。我想这个。我们互相彼此尊重，好不好？来，我念给你听啊。委员没有，请你回答，就麻烦就先不要回答，谢谢。追收证录影资料，证实关键签字员同意书根本没录影，这是国军宪兵史上的大乌龙。该下台负责的要有自觉，真的不可以拿基层当替死鬼。我跟你讲，为什么需要藐视国会罪啊？因为就有这种官员睁眼说瞎话啊，说过的话通通不认啊。我要跟各位讲，今天我们都支持海巡，但是一个无能的一个主委，你是累死海巡执法人员，密录器录影没有落实这个 SOP， 不要推给基层当替死鬼。我们都是海巡人员的执法的后盾，但是你没有落实 SOP， 造成海巡人员有理说不听，这就是2016年的管碧林批评今天的管碧林，谢谢。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我吃了2-3天，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，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，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。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，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，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相当强大。你知道吗？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称它是神仙的礼物。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，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，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健康没负担。每日克斐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feel good，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，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。